今天講到的主題就是發掘、建立和運用屬靈恩賜，就是說其實神是很樂意使用每一個人。而我們很明白一點很重要的，就是說神給我們本來的恩賜是可以很大發揮的。我給大家一個圖畫，想像有一個基督徒，他有心去服侍主，但是他用肉體去服侍，例如怎樣呢？他真的做，他有眼前有什麼做他就做，他會去有這個心，但是他的裡面沒有一種熱切的心，沒有一個熱切的火。譬如他傳福音，他是講的，他講給人聽，不過呢人家感受不到他的火熱。但是當他這個恩賜發揮和有聖靈的充滿、聖靈的同在，他每一次講的時候，他心裡面都充滿熱切，就是說這個神真的很好的，他真的很愛我們，很關心我們的。那聽的人都見到他，哇，為什麼這麼熱心的呢？為什麼這麼火熱的呢？是會更加受影響的。那我意思是什麼呢？同樣做同樣的事，但是有聖靈的恩賜和有聖靈的火焰呢，是非常之不同。大家都可以想像一下你的生命，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原因？譬如說你覺得你自己的發揮的程度是不是已經去到極盡呢？因為你只是隨意的不斷以這樣去發揮呢。我今天的信息就是幫助大家去發掘，然後怎樣建立和怎樣去發揮這個屬靈的恩賜。首先就是神很樂意賜下，即是這一點很重要，即是不要覺得你要威，有很多人就譬如去到聚會，他就很想找那些恩膏服侍，即是為我祈禱給我多一些恩賜，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心態的。這個呢我不覺得是錯，不過如果他只是想著你為我祈禱我就搞定，是有些問題。因為恩賜的發揮不是只是有個人為你祈禱一次你就得到，而是你恆久和神有這種長久的關係，並且心裡面呢以神的事為念。當我們以神的事為念，心裡面關注天國的事，你的心裡面就自然有一種火熱，聖靈就會催逼的。只是一次的禱告並不會令到你以後都是滿有這個恩賜的，所以很重要是神想給我們。不過給什麼人呢？其實個個我們的心好像道門，這道門很多人是不是開得很大，所以呢神的恩賜和能力是來到他身上不是很大的。但是當他的心裡面火熱，這個心就開得很大，當他開得很大的時候，神就可以隨時做工的。其實很多時候我自己，我不是一個先知性強的人，我為人祈禱是往往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領受，有時有不多，但是我強項神給我就是教導。神是真的不同時間給我很多的提示，譬如這個輕鬆得勝裡面很多的教導都有很多人說當我應用的時候覺得很實際，都是神教我的。那我剛才坐在那裡的時候祈禱，神都給我這個意念，那個意念是什麼呢？其實個個人都很大發揮，但是呢當你的心願意，你的心打開，那個發揮是更加大的。這個恩賜有時同樣一個人彈琴，我自己本身呢，神給我去彈琴，其實我學彈琴學了一年而已，但是神給我一些好的老師，我攝錄了他之後呢，我就自己要練一練。還有呢，在有一次我為一個聚會預備的時候呢，我就忽然間有個意念怎樣更加放，當我一放的時候我發覺呢就彈出來完全不同了，就是原來同樣的技術，但是當這個人心裡火熱是完全不同的，全方都一樣的，同樣的知識，同樣的口才，當他有火熱的心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第一就是我們知道神是很樂意將巨人的恩賜賜給我們的。這個不是很有反應，有什麼原因呢？ OK， 好，但這個還沒轉。 OK， 好，以弗所書四章八節這裡說呢，所以經常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落了仇敵，將各樣的恩賜賞給人。其實呢，即是神呢，是耶穌升到高天，耶穌得勝勝過魔鬼的時候呢，他就擄落仇敵，將各樣的恩賜都賞給我們。其實我們有各樣的恩賜，當然每一個人恩賜是不同的，在馬太福音25章講到有5000、2000、1000兩銀子不同的恩賜，個個人都不同。不過不要緊，無論你是有5000、2000或1000，無論你的恩賜可能是
敬拜，可能你是教導，可能你是彈琴，可能你是其他的方面，無論是哪一樣東西，神給足夠我們可以能夠發揮淋漓盡致的。咁我希望大家都深信神已經努力仇敵，將一切的恩賜足夠的賞給我們，我們個個都有很大的原因去發揮。我們一天去到天堂的時候，神就給我們看，你看我為你預備了什麼，咁咧，我哋就自己睇一睇，神預備咗好多，不過我應用得好似好少喎。咁可能嗰陣時就話：哎呀，我早知如此，我早知道神原來咁充滿愛嘅。嗱，好多人去過天堂，佢好感受到神嘅愛，而最重要有恩賜，發揮一定係有愛。好多人去到天堂，佢感受一種無條件嘅愛。當我哋喺佢心裏面充滿呢種無條件嘅愛嘅時候咧，那個恩賜自然就會發揮，你有愛的時候，那個恩賜就非常之不同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有這種的熱切的心，給神愛的心，也都深信神愛每一個人，也都深信神愛我們，很想使用我們，我們的心靈呢就被神呢去激勵的。我們看看哥林多前書十二章，這裡講到恩賜，其實恩賜有很多種的，有可以話比較即係冇咁超自然啊，其實都係超自然嘅，比較冇咁超自然啊。譬如彈琴咁啊，即係比較冇咁超自然啦。咁而呢度咧講到有啲比較超自然嘅神蹟奇事啊呢啲，但係其實全部都係超自然嘅，都係靠神嘅能力嘅。我哋一齊讀嚇《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九節，又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信心，還有一人蒙這位聖靈賜他醫病的恩賜。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大家留意到呢些经文所讲的都是一些比较超自然的，即是他提及一些超自然的，其实有很多其他，譬如治理啊，这些都是management 啊，这些都是恩赐来的，不过呢这里就没有提到那方面，就多啲提到係超自然性嗰方面嘅。嗱，信心咧，馬丁路都有講到不同嘅信心喎，講到得救嘅信心，亦都講到一個 heroic faith， 就係話咧，嗱，佢用中文翻嚟英雄式咧，就唔係好啱嘅，即係一種比較偉大嘅信心。佢係講咩信心咧？就係話，當有人有呢個信心，呢個大嘅信心的時候，佢可以得著醫治啊。或者有為人祈禱，他得著醫治啊！呢種神蹟性的醫治，咁咧就話咧信心嗱，信心我哋個個都信耶穌，所以我先係基督徒。但係咧有啲基督徒佢會深信耶穌就喺度，耶穌有奇妙計劃喺我哋身上，耶穌喺佢身上都有奇妙計劃，佢唔會因為疾病而受難阻，佢一定有佢嘅計劃嘅。咁嘅時候咧，無論發生咩事，佢都會相信。其實喺呢個時代咧，我自己睇到呢個疫情咧，真係比較嚴重啊！它的嚴重呢似乎好像比沙士沒有那麼嚴重，沙士的致命很高，不過這個疾病的困難就是它的廣傳很厲害，真的很難制止，有些國家增長得很厲害。我自己覺得這是一個末世的警告來的，真是一個末世的警告，末世快到，耶穌快回來，敵基督快要出現，我們快要預備好面對大災難。很多基督徒就其實我自己是研經很多，我發覺聖經是講是耶穌回來，不是災難前，是耶穌回來災難之後才被提的。我在網上也有講到這件事，是用釋經的方法，用聖經去證明的，即是基督徒是面對大災難。面對大災難很多人就很害怕的，但我想講一點就是這樣的，在大災難的時候是完全不可以靠錢，不可以靠你的能力，因為你有錢都買不到東西吃的。那時候的基督徒只有兩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是拒絕這個受印，拒絕受這個印記，拜這個受像，那的時候他是完全要依靠神供應他的生命，他的食物、水或者他的生命的保存都完全要靠神。那另一種可能性就是真的有些基督徒放棄，他说我不行啊，我不行啊，我不行啊，不行啊，我有很多人要照顾，我一定要拜寿啊的时候呢，他就不依靠神了。在这个将来这个灾难的时候，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完全依靠神，是百分之一百依靠神。虽然有一个很困难时期，但是一个试炼的时期，
在一個時期將真基督徒分辨出來，也都有很多虛假的基督徒在那個時候就會跌倒的。我希望大家真的站得穩，也都知道耶穌說什麼。他說在這個時候聖靈會跟你說，親自指教你當說的說話，所以在末後日子基督徒是會有更強的恩賜。他會指教我們當說的話，即是受逼迫的時候你說什麼說話，自然聖靈都會告訴你，你不要去那裡，那裡有危險，你去哪裡，你用什麼方法供應你自己，你怎樣保護你自己。聖靈會教導我們，神不會容許那些基督徒全部一聲被他殺死的，神一定有方法保護相當的基督徒在大災難中站得穩。而我覺得這個時候反而我們更加堅強，也都很多神蹟奇事，可能五餅二魚可以餵飽很多人，或者甚至好像摩西不用吃不用喝40晝夜可以生存，也可以行在水面可以逃走敵人，或者可以移山。在那個時候真的當人依靠神，完全依靠神的時候，神蹟奇事就發生。如果大家有機會上網看，如果你是大家懂聽到英文的，有個節目叫 It's Supernatural， 個負責人叫 Sid Roth， 他有很多不同的請不同的人的見證，是很奇妙的。即有些人呢，他直情是死了翻生，有些呢是譬如有一個呢，其實我看過很多不同的故事，有些在那裡有些不在那裡。有個人呢，他醫生判斷他死，準備跟他解剖他媽咪說你不可以跟他解剖，我為他祈禱叫他翻身。那是真的那個人翻身的，變成一個人的肚子有個刀痕，他已經開始將他切開個肚子。神可以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有些是絕對是沒有可能醫治的疾病可以被醫治。即是在這時候為什麼這麼大的神蹟呢？就是因為那時候人覺得沒有出路，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神。不過在今天很多人覺得我還可以靠銀行，我還可以靠我有的東西，我有的屋，有的家人，所以變成基督徒的依靠神並不是很強。我希望大家知道我們依靠神什麼都有，依靠神真的你的生命可以不斷的發揮。那你要講到這個信心，就是我深信神凡事都能，並且祂能夠大大的使用我們，祝福我們的，給我們醫病的恩賜。當你憑信心去做的時候，你會很驚訝你所見到的醫治。我曾經試過有癌症的得醫治，祂來到祂是很痛，但祂很投入。我說你投入，因為越投入的時候神的工作越大，祂越投入的時候越放鬆，他就跟着充满喜乐，在那里很大声笑，笑完之后他说我已经不痛了。又回家检查的时候，他的癌症是没有了，我在网上都有这个影片的。那就是神可以做奇妙的事，又叫人行异能，异能就是说一些不可能的事，譬如移山啊，行在水面上啊，五饼二喂饱很多人啊，神都可以做这些事的。作先知，有些人就说这些不可能的，我自己亲即是我自己親自經歷過，人呢跟我講一些預言是非常準確，也都有些是不準確，那是在乎那個人的生命，即是在乎這個人跟神的關係。有一次我在一個聚會，有一個人三不識七的，他跟我講，他說我想為你祈禱。接著那個聚會之後他為我祈禱，他不是帶領個聚會的，然後他就說你現在面對一個很大的逼迫，很大的困難，你一定要多祷告。而当时我真的是因为圣灵工作的缘故受逼迫。而另一个聚会呢，就是刘竹川牧师，在个聚会很多人，在香港的时候他就为我祈祷，他一祈祷即是他即时领受的，他说有一群人现在准备攻击你，你一定要多祷告。那这些都是真的很真实的运作，先知的运作。我也曾经有一个同工呢，他是很有这种领受神的声音 的恩赐的。我跟他一起曾经去宣教，我们就在个中间的站就等个飞机，要坐车去个飞机场。那些人就说你未够钟，你要坐在这个礼在这个在这个堂大堂那里等，等到我们叫有去飞机去飞机场，不是有车去飞机场你就出来了。我们听到有车去飞机场，我们就出来了。跟着一班人上了个大巴士，就放下行李跟着上，走到中间呢，
幾個同工同我講，耶穌話俾佢聽，呢架車唔係嘅，我哋個個跟住行嗰行行入去噶嘛，即係自然跟住佢哋。咁啊，我哋問嗰啲人，呢架車係咪飛機場？佢話唔係，隔幾架先係，因為當時叫咗兩架車，我哋唔知道叫咗兩架車嘅人出去。咁然後咧，少數人就去咗飛機場嗰、那個。跟住我哋去，呢個一個例子啊，即係話人可以領受神嘅聲音。嗱，我自己唔係一個先知性強嘅人，但係咧，我真係領受好多神教我點樣去教導人。咁我希望大家咧都深信神會俾你各樣嘅恩賜，神會同我哋講嘢，因為耶穌話我嘅羊聽我嘅聲音，我哋個個都可以聽到神嘅聲音嘅，又能夠辨別諸靈啦。我亦都見過有人有恩賜咧，佢為人祈禱，佢即時了解，即時知道佢個內心嘅細情況。有一個人咧，佢好長時間佢領受安靜等候神，叫王傳道。喺我嘅影片之中，你揾葉王傳道葉牧師，你會見到嘅三密王。佢咧係當佢入一個地方，佢個靈能夠領受知道每一個人嘅內心世界，即係佢同神嘅關係好密切啊。佢個靈係非常之通嘅，即係真係有人可以有呢啲嘅恩賜嘅，同埋講方言同埋翻方言都係神所賜俾我哋嘅。咁希望大家咧深信，其實有好多禮物可以俾我哋，只係我哋攞幾多嘅啫。好啦，咁神咧亦都喺《以賽亞書》二章嗰度講到咧，神嘅心係所有人都被聖靈轎管嘅。我一齊讀下，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轎管凡有血氣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个话呢，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当然这个是指凡是信耶稣的人，即是所有信耶稣的神都很想充满。不过事实上在这个世代很多人不接受，那这个非常之可惜的。我自己都很想跟他们沟通，不过他们实际有很多不愿意，也都有些人愿意。有好多咧，因為咩緣故咧？宗派緣故。如果佢哋一接受聖靈充滿，佢哋即刻被炒魷魚。第二個就係人嘅拒絕。當一個人係聖靈充滿，一講出嚟，即刻被周圍佢哋嘅基督徒即刻拒絕。所以有好多人就好驚。咁我自己有諗過一個方法咧，如果有啲人佢係願意嘅時候咧，用一個方法幫助佢明白聖靈工作。喺我嚟講咧，聖靈工作咧，其實就是跟神有密切關係，聖靈充滿就是跟神有極度的密切的關係。而這本書《輕鬆得勝》也講到這種跟神相愛的關係。所以我為人祈禱，我不是大聲喊的，我不會說 Power Fire， 即我不會不用喊這些字，我是會說耶穌很愛我們，多謝天父，主耶穌現在在愛我們，想在那裡想念我們，同我們一起在那裡祝福我們，打開的心我們就可以領受。即是说呢，是建立跟神的关系，越深圣灵的充满就越大的。那呢，我有想过的意念就是说呢，如果有人他说你那些不是圣灵，那我呢就邀请他做一件事。如果你，我说你愿意去了解，因为圣经讲到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如果你愿意了解，你做一件事，你日日都多些赞美神爱慕神，不是只是祈求的祷告。因为很多人呢，他们只是祈求，所以呢他只是神给我钱，快点叫我结婚，快点生仔，仔读书很厉害，即是祈求那些，即是整个祈祷的祈求，祈求什么祈求什么，多些建立关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敬拜最重要，就是爱神，还有活在神的爱中，他是在爱我们的。当我们你用长一点的时间去赞美神、感谢神、去爱慕神的时候，你试一下为一些人去按手祈祷。我会邀请他们，喂，你试一下做，不是我做，你做，你看看有什么后果。其实我会深信有很多人，其实他是祈祷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经历圣灵，不过他们不使用。但是圣经讲了按手祈祷，为什么不使用呢？其实没得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明明圣经讲了但他们不用呢？我都希望大家，如果你有机会，第一你自己去用，你自己亲近神，多亲近神，然后你为一些人有需要祷告，你会很惊讶神会使用你。然后有些人不接受，你说你做啊，你试一下做啊，
你試下多祈禱啦。咁我哋都會話過，有時有啲情況，有啲人唔開放，可能冇乜經歷。不過唔緊要，你繼續做，可能你就會經歷更多嘅。而家最常有經歷係咩咧？平安、輕省、身體舒服，成個人輕鬆曬。嗱，呢個係最常有經歷，因為耶穌話將平安俾我哋，將我哋重擔攞走，同埋叫我哋肉身安然居住，都係最多人經歷聖靈嘅方法嚟嘅。好多人都話過，佢話我祈禱好安靜，咁啊呢個就係聖靈工作啦。個問題就係你係咪進入高度嘅平安、高度嘅神嘅同在？咁所以咧，神嘅心係將聖靈澆灌，凡有血氣，個個都有份。你同隔離有講，個個都有份啊，你都有份啊，你都可以被聖靈充滿啊，永不落空。凡信耶穌嘅永不落空。咁啊，有啲咩後果咧？佢就話要説預言、見異象、作異夢。咁有啲人我冇喎，我就會鼓勵你多啲留意神嘅聲音。嗱，其實個基督徒都有，因為聖經話咗，耶穌話：我嘅羊聽我聲音。嗱，咩聲音我哋一定聽到咧？你得救一定聽到，就係提醒我哋有罪嘅聲音，聽唔聽到啊？當你犯咗罪咧，個心係囉囉攣嘅，硬係唔舒服嘅。呢個係聖靈嘅聲音。你留意到呢個聲音咧？你留意，你聽到咧？嗱，而家我講咧，可能你會有啲意念喎，彈出嚟，即係話我可以點樣進步？我點樣悔改？我點樣改變？呢個係聖靈提你嘅，唔係就係我講嘅説話，係聖靈會使用神嘅話語去鼓勵你嘅。你留意，當你讀聖經嘅時候，聖靈會提你一啲嘢嘅。然後當你安靜禱告，即係我哋嗱，我曾經講過有三種嘅禱告同神建立關係，一個就係恩典嘅禱告，宣告神對我嘅恩典由上至下嘅。神愛緊我，多謝天父愛緊我，多謝天父陪我一齊，多謝天父關心我，你想念我，你祝福我。咁呢個係恩典嘅禱告。第二個敬拜禱告，我感謝你、讚美你、我歡喜你、我中意你。又互動嘅禱告就係點咧？我深信我一路愛神，你一定好喜悅，你一定同我一齊，你一定祝福我，你一定回應我，未必照我方法，但你一定有你的方法回應的，神不會沒有反應的。那個時候你祈禱是會有信心，我祈禱神一定聽，不過他用他的方法回應，怎樣回應我不要緊，總之神的回應一定是最好的。那你時時這樣禱告呢，還有當你安靜，就是說這三種禱告建立關係。另一種禱告呢，就是你可以聽詩歌，或者自己哼歌都可以的，或者不哼都可以的。怎樣哼歌呢？哦，耶穌，隨著內心的感動，嗱，你就唔好去諗咗一陣間食咩飯啊，啊，嗰邊人衰啊，嗰啲嘢你就即刻放低。有時你諗到啲人咧，可能神要你處理，但系咧你就喺度享受神。哈利路亞，多謝耶穌，多謝天父。哈利路亞。當你禱告嘅時候咧，慢慢咧你會留意到會有啲意念出現嘅。或者你預備信息啊，你一路哼歌啊，或者你洗碗啊，安靜嘅時候，同埋咧，當你瞓醒同埋就嚟瞓著嘅時候咧，同埋有時喺夢中咧，都會有啲意念提醒你嘅。我試過有好多不同嘅意念，我太太都試過不同嘅意念，即係神咧係可以用不同嘅方法向我哋講説話，只要我哋多聆聽、多留意、多留意一啲意念，我哋本來都冇諗到嘅，忽然間會彈出嚟。呢個係聖靈可以對我哋講説話嚟嘅。好啦，咁恩赐嘅作用系咩咧？系叫我哋配搭啊！嗱，我哋睇到嗰啲世界级嗰啲乒乓球手咧，佢唔系净系用个手打乒乓嘅，其实佢哋教导咧系唔系用手打，系用个脚打，只脚拱个身，脚拱个身，由个手咧顺势去咁样，跟住咧就用成个手嘅一个膊头啦、个手臂啦、个前臂啦，同埋个手腕啦，咁一齐用晒，系用个脚嚟到喐先嘅咁啊。如果唔系用脚喐先咧，打得太大力就会伤嘅。因此都一样，系全个身体配合。所有嘅基督徒，我哋系一家人，唔好话哎呀佢叻过我啊，佢渣过我，唔使比较。佢点样软弱唔紧要，佢嘅问题，我哋鼓励佢，建立佢。而配搭，當整個教會有什麼方向，有什麼侍奉，我們一起配搭，這樣的時候呢，而恩賜就會使用。因為恩賜呢，就是當人合一，以神的事為念，以教會為念的時候，就會神就會運作了。
恩赐的不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一起读下。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是圣灵随己意。那你说神随己意，不过他比我少一点，我就告诉你，你有那份，你肯去亲近神，都一定不少的。神不会有一天去到天堂说，对不起，我给得太少给你。咁你所以你好努力都做唔到，乜都做唔到，因为我冇俾你嘛。我相信神会咁讲噶，神系会话我俾咗好多你，不过你用得咁少啫。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神其实俾我哋一定足够噶。咁我哋点做咧？第一，揾到自己恩赐。其实揾自己恩赐唔难嘅，点解咧？原来每一个人有你嘅自然倾向嘅，呢、这个自然倾向系神做俾你嘅。你见到有啲嘢你特别想做嘅。有些人音樂他特別有興趣的，有些人幫人聽人講嘢關心人特別有興趣的，有些人在行政特別有興趣的，有些人在神的話語特別有興趣的，即每一個人都有你不同的恩賜的，或者任何可以有貢獻的地方，即你恩賜，或者你貢獻，有些貢獻不用恩賜，執凳不用恩賜的，搬凳不用恩賜的，那這些可以人都做得的，那你可以貢獻的，我們就做了，就努力去發揮和欣賞任何的貢獻，我任何做到，多謝天父，我神使用我，時時都有這個心，多謝天父，不需要人認同，就是說沒有人認同不要緊的，神認同就可以了，不用一定有人讚我的，沒有人讚我都不要緊的，那神就歡喜了。我們的肢體是不同，但是要配搭的，臨前十二章十六節，我一起讀下。切若已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若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有一节，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有六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在这里讲到身体不同的部分，我们用一个比喻，就是眼你不能跟耳仔说我不用耳仔，这样全身都需要，所以每一个人不能够说喂你只是臭仔我不用你了，这样每一个人有他的不同的恩赐，我们个个都需要配合的。大家看到这幅图，这个打羽毛球你真的很厉害，你看到他不是只是手打的，他用了腰打，看到他的腰咬喉又發過去，咁啊成個身彈起啊，只腳咧又用埋力，用埋力個腰咬喉咁樣發，咁樣發前去冚落去，所以個力度咧係好勁嘅，就係全身配搭。佢唔能夠話腰啊，我唔使要你啊，腳啊，我唔使要你啊，係全部一齊配搭嘅時候咧，我哋就會下面嗰度就講到咧，即係能夠配搭啦，同埋咧肢體唔能夠話。就一齊受苦，一齊歡，一齊得榮耀。所有肢體就一同快樂，一同快樂。就係話咧，我哋見到有人有恩賜，我哋就欣賞佢。我好欣賞就先出嚟領敬拜，同埋有個小朋友打鼓，嚇、啊、小朋友打得好好喎，佢真係好有節拍感啊，覺得好特別。因為好少教會有小朋友打鼓噶嘛，係咪？咁啊，同埋有小朋友一齊領敬拜嚇，咁、啊、咧就神嘅恩典。咁啊，欣賞佢，鼓勵佢，你將來越嚟越發揮噶，可以更加俾神使用，你已經做得好好啦，多謝天父。即係話呢種欣賞嘅心咧，同埋配搭，同埋鼓勵支持，就呢個係非常重要嘅。咁而恩賜咧，好重要就係我哋有生命有優次，乜嘢係最重要，乜嘢係次要嘅。想我哋恩賜發揮，第一要最重要就係第一一定係同神關係。同佢建立一個相愛關係，同神關係唔係淨係有啲人同神關係成日都係驚神嘅。嗱，我哋有敬畏神，但係嗰個唔係驚啊，我係尊敬佢，我唔敢犯罪得罪佢，但係我唔驚神，但係我敬畏佢，我知道我犯罪得罪佢，咁我時時係中意神，我亦都深信神愛我嘅。然後咧有神嘅生命啦，充滿聖靈嘅果子，就係話充滿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生命裏面充滿平安同埋愛，輕輕鬆鬆。嗱，呢個已經係見證嚟嘅咯。當你成日都係充滿平安喜樂，哈利路亞，真係好啦，感謝主，真係開心啦，已經係一個好好見證嚟嘅啦。
呢個係必須有。我唔知道有大家有冇見過啲人侍奉得嚟好猛嘅，同埋幫人幫得好猛嘅，成日都話人唔好嘅。嗱，嗰啲因為佢個裡面咧成日都係律法。咁我呢本書咧《輕鬆得勝》都好強調呢個恩典同律法嘅平衡啊。即係我哋一樣遵從律法，不過係恩典充滿，然後去遵從律法，唔係律法推動，動力係恩典。嗱，咩叫律法推動呢？我要做嘅，如果唔做，神會罰我噶啦。我要交帳啊！嗱，呢個就係律法推動，恩典推動咩咧？神係好愛我哋嘅，神愛我又愛你，個個都愛。我有神嘅心，我都好想愛大家，因為神嘅愛，我嘅生命好寶貴，可以祝福好多人，佢哋又好寶貴。於是，我好想祝福。就好似個婚姻，夫妻如果彼此相愛，佢唔會話：喂，你尋日洗咗，我尋日洗咗碗啦，你今日到你洗碗啦，你今日唔洗，我唔洗噶啦。唔會咁樣噶，佢就會話：啊，你唔得閒做，我幫你做啦，或者我陪你一齊做啦。即係總之覺得唔使分，唔使分得咁清嘅，大家一齊配搭。咁嘅時候咧，佢就會開開心心。啊，有個太太咁好，我太太非常好啊，感謝主啊！我又好珍惜佢嘅，我唔想佢有任何一次覺得我係故意令佢唔舒服、唔開心。我唔想有任何一次。不過有好多夫妻係點咧？硬係中意整句嘢去嘆下嘅，你成日都唔記得嘅，你冇用嘅，你啊，真係蠢過人嘅你。呢句説話咧，佢覺得激下佢，其實佢係會真係個心裏面受傷嘅。所以我哋咧記得唔好傷人，係建立人。有呢種平安輕省嘅心，恩典推動係非常之重要嘅。同埋咧就係愛人祝福人啦，即係對人先有個心，我想祝福人，並且盡個人嘅責任。然後在事工上侍奉，那個次序不是事工先，首先跟神關係，由你裡面的生命和對人好，先是去到事工的，有一個愛人的心。好了，怎樣發掘你的恩賜呢？首先是跟個人傾向，譬如神給你音樂啊，或者作見證啊，全部有些人一信耶穌立刻很想作見證，關心人啊，或者分享信息啊，無論哪一方面，或者行政啊，或者是管理啊，任何一方面，你留意一下你有啲咩傾向嘅。咁然後咧就係個步驟啦。個步驟係咩咧？第一就是愛神同神關係好啦。第二親近神，被聖靈充滿啦。被聖靈充滿，你唔好以為話話一定要按手先聖靈充滿，而係時時都係話神係最好嘅。神是最对我最好的，所以我成日都爱神，我成日都多谢神，我成日都享受神，欣赏神，欢喜神。当你成日都有这个心，你自然被圣灵充满的，即是你的心很喜悦神，时时都欢喜神，成日都喜欢做神喜悦的事。这样的时候你亲近神，你就越来越被圣灵充满了。也都是很重要，就是有神的话语，一定是建基于神的话语的基础是非常稳阵的。然後咧就學習憐憫人啦，見到新嚟嘅朋友關心佢。喺我信主冇幾耐咧，我就開始諗啦，唔知道教堂啲人係咪個個都信曬耶穌嘅咧？嗰陣時我信都冇幾耐喎，我就走去問佢喎，啊發覺佢唔係喎，咁我又同佢傾喎。咁啊有嗰陣時我特登咧早啲翻團契，跟住啊同嗰啲人傾偈，跟住咧完咗我就特登留低，就同佢哋行去好遠好遠路，然後我自己又翻屋企，即係我係。在我初信，神已經給我這個動力去關心人，我都希望大家會有這種動力，見到一些新來的人會關心，有些舊來的人一樣關心，牧者都關心，個個都關心，這樣的時候呢，神喜歡你，你什麼都有的，大家說一起說，神喜歡我什麼都有的，神一定給你的，即是你歡喜神，神又喜歡你，你自然你想即係你嘅心想做嘅，神就為你開路。咁神真係為我開好多路。而家多謝主啊！我亦都係好重宣教。我哋先睇到黃一平佢做宣教，我都會聯絡下佢。我而家咧呢排咧，我又用英文咧喺直播。如果大家有睇我Facebook 咧，你就會見到葉牧同埋呢個復興宣教事工，你會見到我喺度直播緊，係去喺非洲嗰度訓練佢哋侍奉。咁我亦都即係總之。有啲咩地方能夠建立人嘅靈命，我都盡力去做嘅。好啦，有呢個憐憫嘅心啦，跟住咧受教導同訓練，一定要訓練嘅。嗱，我相信鄭先個小朋友打鼓啦，佢一定有人教過佢。我發覺佢識得用個手腕喎，
有人打鼓冇用手腕，佢有用手腕嘅，因為我都學過不同樂器，我都學過嘅。咁咧，我睇到佢識用嘅手腕，即係有人教佢，佢由佢練習嘅。每一個人都要練習，全福音要練習，聖靈嘅運作要練習。嗰陣時我有好長嘅時間，嗰陣時阿謝弟兄同埋謝太都喺度嘅。咁咧就一齊咧，我哋又操練不同嘅方式去親近神啊。就好多人經歷聖靈喺嗰段時間。跟住咧就係操練啦。嗱，你訓練咗要用嘅喎，操練。咁有好多人唔肯為人祈禱，點咧？佢話點解唔肯咧？佢話即係祈咗禱冇功效咧。咁我好瘀嘅喎，咁好多人就驚呢樣嘢。我就唔驚，同埋我諗定點樣處理，就話唔緊要嘅。你親近神，神一定繼續祝福你。即係唔係著重我祈禱有冇咩果效？我著重我哋信靠神，神一定做工。咁所以有人話啊，冇乜經歷，唔緊要，繼續啦。神一定祝福你嘅，神一定聽你嘅祈禱嘅。跟住咧就喺恩賜中運作啦，即係話發揮你嘅恩賜，點樣更加去發揮？即係好似我講過帶領聖靈嘅聚會，喺我初經歷聖靈之後，有一次有人帶我去宣教，我就話啊，不如我試下用不同嘅方法帶啲人去經歷聖靈。啊，我當我試嗰時候真係又得喎。原來即係話你願意去嘗試嘅時候咧，發揮神俾你嘅恩賜，你發覺神真係可以用你嘅。然後最後最緊要尋求神嘅策略，就係更高嘅策略。咩叫更高嘅策略呢？有啲人侍奉咧係中做下西做下，有乜嘢啊做下，係冇乜計劃、冇乜策略嘅。策略係咩嘢？乜嘢方法係我最大嘅發揮？乜嘢方法更加有效？乜嘢方面係神想我做嘅？我就喺嗰方面發揮。我自己睇到我神俾我呢、这個即係教導嘅恩賜，咁啊神俾我寫呢本書之後咧，其實我仲有其他幾本書而家想寫嘅，不過我大部分都係會送俾人噶啦，送嘅，但係第時如果好多係電子版送出去，咁同埋點樣去更多訓練咧？點樣能夠更廣嘅接觸咧？呢、这個都係神俾我去尋求，神又為我開路嘅喎，神自動為我開路嘅，咁我感謝神嚇。好啦，而喺末期咧，會有更多呢啲恩賜，就係話喺逼迫嘅時候，因為當人仍然有錢、有你嘅財富嘅時候咧，人就唔係好靠神嘅。但係當你錢都唔用得嘅時候咧，你將來你就一定要倚靠神。當你乜嘢食物都冇嘅時候，你只係話神啊，我全心倚靠你。你如果要我死，我咪死，咪上天堂咯。咁如果神要我死，你揀個方法噶嘛，我就倚靠你。但是不要埋怨，神一定有方法的。在那时候呢，当你依靠神的时候，神会做不同的事。这个是图了。第一就是你要听到圣灵的声音，耶稣说了的。所以我们学习多去聆听，现在多聆听，你将来就会聆听更多的。第二就是五饼二鱼可以分饼给人吃了，或者天使够给得出监，将来被人捉了你可以行出监都可以的。按手祷告带来医治，或者是经历圣灵，这个是我常常做的，也都是很多基督徒可以做。因为在马可福音十六章那里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名赶鬼，还有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这里讲到是信的人都有神迹随着，是包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个是我们可以更多人运作。那你首先你 make sure 肯定你自己不是在最终，在最终的人不要为人按手祈祷，或者被邪灵搅扰，你成日都被邪灵搅扰的，你就不好了，你需要处理，你需要释放。当你祈祷都没有觉得有邪灵的搅扰，你又平安喜乐，你是绝对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不过教会就一定经过领袖，你的传道人所即是他们审核，你可以在教会做。你私人去做，你帮助人，你觉得你自己生命没有问题，你可以都可以跟传道人说，你说我有这个心，可不可以啊？这样他说可以，那你放心去做的时候，你发觉很惊讶，我真的去到不同地方，我很惊讶神的工作。我曾经试过去到地方，我形容一下给大家听，我距离那个人都有个大的距离，我一讲亲的耶稣，他立刻经历圣灵，他立刻充满喜乐，立刻经历神的能力，我都很惊讶，真的，我都想都想不到。有些人说我失眠了十几年，忽然间那晚立刻就睡得好，亦都咧係有人咧係腰骨痛咗好耐，忽然間咧又好翻，
真係咧，神做嘅工作咧，有時係我哋好難以想像嘅。所以希望大家有呢個信心，或者行喺水面上，或者移山喎。歷史上都有人曾經移山嘅。好啦，咁點樣建立恩賜呢？好重要就係一定有愛啊！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一節，如果能夠說萬人嘅方言冇愛嘅話咧，就好似鳴嘅鑼響嘅筆一般，即好似下低嗰度啦，打個鑼。好大聲啊！那個人咧大聲夾冇準啊，大聲又冇愛心。咁嘅時候咧，嗱有啲人佢係好多嘢講嘅，又好大聲又好快，但係冇愛心嘅時候咧，係叫做咧真係唔係建立人，只係覺得好嘈啊。或者佢能夠有先知講道之能，明白各樣奧秘、各樣嘅知識，有全美嘅信心，能夠移山，冇愛就算不得什麼。所以咧。最緊要一定係有愛啦。有啲人話我冇愛心喎，點樣建立愛心呢？我哋就諗下，我哋本來係點嘅？如果我哋冇神嘅愛，我哋落咗地獄噶啦，我哋好慘噶。但係耶穌用咁多方法、咁多人救我，係因為呢啲人嘅愛心，佢哋一路介幫我，以致我能夠得救。我就感激呢啲人嘅愛心。當佢哋咁樣愛我，先可以脱離地獄，可以得救。有好多人都需要愛心嘅，好多人缺乏愛，就算基督徒都好多缺乏愛嘅。咁佢哋咁缺乏嘅時候，我都願意將我嘅愛帶俾佢哋。咁咧就為呢人禱告，慢慢咧你就會有更多嘅愛心嘅。喺我嚟講，我嘅動力點解我有動力繼續去做咧？其實神俾我真係我感謝主啊，又俾我健康，又俾我動力啦。我已經就嚟69歲噶啦，即係但係咧，我依然咧係唔想停啊。我是不會想停，如果神給我120歲，我都會做到最後一刻。我又不是說，哎呀，要做很多，我只是說我願意去分享。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的時候，你就會有從神而來的力量。而這個動力很重要，就是神這麼愛我，我就願意去愛人、愛神。好了，那我們怎樣長期被聖靈充滿？就是這個建立很重要，就是長期聖靈充滿，就是第一就是對付罪，就是罪是破壞最大的。罪是一，雖然神會赦免當我們悔改的時候，但是一定有破壞性。罪是會將你整個生命、你的家庭、你人際關係、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和神關係全部可以拆毀了。所以我們一定要憎恨罪。第二就是深信聖經是最好的，聖經很多應許，神給我很多應許。第三呢，很相信神，很想充滿我，很想使用我。第四，禱告用更長的時間，輕輕鬆鬆，感恩、喜樂、歡欣的感謝神、渴慕神，用更長的時間，同埋你做其他嘢啊，刷牙、洗面啊、沖涼啊、煮飯啊、洗碗啊，都可以一路讚美神嘅。咁第五咧就係遵從神啦，尤其大使命、傳福音同埋建立人嘅靈命。第六咧就係處理生命所有嘅罪啊、負面思想。如果一個人成日都掹掹整整，佢唔會被聖靈充滿嘅。然後第七咧就係按手祈禱同埋聖靈充滿嘅禱告會咧係有幫助，不過一定要本人自己去建立嘅。咁呢個係長期建立，咁嘅時候咧個人就會充滿啦。然後下一點咧就係高度嘅渴慕，好似以利沙同以利亞講，佢話願感動你嘅靈加倍地感動我。咁啊，以利亞點答咧？嗱，呢句説好特別喎，你所求嘅係好難得噶，好難得噶。即係唔容易嘅，因為要付出代價。不過當我被接嘅時候，你如果睇見我，你就得著。即係話佢一路注目喺以利亞身上，就唔會話以利亞都接咗佢都唔知道去咗邊度啦。同埋神俾你，你當時一路注目喺身上，你若見到我，你就可以得著。如果唔係，你就得不著，係付出代價嘅。喺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好快脆神就使用我。我發覺你渴慕。神會使用我。當時我睇咗一本書咧，我以為要等好耐，但係點不知道因為有教友要求我為佢祈禱，一祈禱發覺，咦，神已經使用。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渴慕嘅心，亦都需要侍奉嘅訓練啊，即係需要訓練人。咁我自己都四圍去不同嘅地方訓練。咁咧呢個，如果大家有接受不同嘅訓練咧，你係可以更加建立嘅。好啦，點樣用啦？第一，最重要不要埋藏，不要收埋，有恩賜就用，很慷慨地去用，很樂意去用。在神強烈的同在的人更加有的，
即係你越係被聖靈充滿，越係喜樂，越係火熱咧，就越大嘅恩賜嘅。首先有呢個生命質素啦，有呢個恩賜同埋喺個侍奉參與侍奉啦。侍奉唔係一定教會嘅，當然可以參加教會侍奉。你見到人就關心佢，見到人就充滿喜樂。啊，真係咧喺人嘅係即係整個生命係流露出喜樂同愛嘅時候，已經係侍奉嚟嘅。任何時間講嘢都會見證耶穌嘅，咁嘅時候咧，你就會有更喺神裏面有更多嘅成就，更多成就神嘅工作，同埋祝福人，神同人都喜悅啦。咁咧，聖靈充滿係會激勵人喎，佢哋禱告完了聚會嘅地方震動，佢哋咧就都被聖靈充滿，就放膽講論神嘅道。咁我自己都係嘅，喺我講道啊，神啊俾我一個火熱嘅靈。深信你真係做工嗱，我唔係話即係有啲人大聲夾冇準啦。我去非洲啦，佢哋都話俾我聽，佢哋講到好多係好大聲，我聽到都係噶，好多口號嘅，成日都係啊 anointing will do this to you， 即係成日都講恩膏啊、恩膏啊、能力啊、火啊，即係好多字眼啊。聖靈充滿唔係淨係字眼嘅，聖靈充滿係你嘅裡面有一種火熱喺個心裡面，好想做神的事，好想享受神的爱，被神去更新，好想活出神的生命，好想人人都得福，也都好欣赏人。这些就是圣灵充满的表现。首先做什么呢？眼前所做的，不要想着做得很大先。我听过有些人他经历圣灵，他说我要做1000人的聚会。我说你不要想这样先，你想想你帮下你周围的事，你帮到一个人你才能够帮更多人，你慢慢先能夠擴展嘅，所以做眼前可以做嘅，你邊個人可以眼前做嘅？關心佢啦，聆聽佢啦，見證啦，傳福音啦，又逐步啦，即係由簡單嘅進入到分享信息啊，或者短宣。唔好以為你一定唔得喎。咁有啲人話我冇乜機會，咁有咩機會可以啊？小組係一個好機會嚟嘅。小組嘅時候你少少嘅分享，嗰啲人被感動，呢、這個就係神嘅確認告訴你，你可以一步步被神使用。還有呢，安靜的時候領受神的聲音，神的帶領，神會感動你做什麼。在禱告的時候不要單面的只是跟神說，留意一下神跟我們說什麼說話，怎樣感動我們。而呢，在聖靈激勵和充滿的狀況之下發揮。譬如領敬拜的人比較容易，你試在敬拜的時候被聖靈帶動，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即是让那个圣灵的喜乐涌流在你的里面，或者在讲信息的时候、分享的时候，让圣灵的火焰在你的里面，你尝试去做，就算报告都是的。譬如告这个黄一平牧师所做的，哇，你看黄一平牧师，他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我们都可以的，你看他这么大年纪，他都这么努力，这样。咁嘅時候咧，嗰、那個火熱就會推動我哋任何一樣侍奉都更加有力量，又更加有生氣。咁而越親近神咧，喺所有嘅事上認定佢，佢必指引我哋嘅路，就有更大嘅帶領嘅。神一定凡事認定佢，佢一定會大大嘅引導我哋。嗱，呢個時候咧，我會同大家唱一首詩歌。求你死火焚烧我们，人为我们放下世上所爱，举双手深深渴慕你，尘埃死你，我们欢迎，尘埃死你，欢迎你来。圣灵我们真欢迎你，圣灵我们真欢迎你，愿你奇妙同在显明，将你心意教导你的儿女，顺从你，跟从你引导，尘埃死你，我们欢迎，尘埃死你，欢迎你来，尘埃死你，
我们欢迎，唱我声你，欢迎你来，唱我声你，我们欢迎，唱我声你，欢迎你来。哈利路亚！大家黑埋眼，多谢天父。哈利路亚，哈耶稣，我深爱你，耶稣，一起去呼求耶稣，耶稣，爱我。耶稣爱我到永远，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身旁，在我心中，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拥抱我，耶稣在拥抱我，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一路深信耶稣现在拥抱着你，祝福着你。耶稣，耶稣，耶稣在我身旁，耶稣在我心中，耶稣，耶稣，耶稣在拥抱我。哈利路亚，放松个人。在这里深信神的爱，耶稣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活在神的爱中，被神的爱去医治去改变，让我们整个人轻省。哦耶稣，哦耶稣，哈利路亚，耶稣，哈利路亚，多谢耶稣，一路深信神和我们一起，我们飞去神那里，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飞去神那里，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同耶稣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你一路想象自己飞，你可以用手飞啊飞啊，飞去神的怀中，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飞啊飞，飞啊飞，飞到耶稣怀抱里。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真的真心去爱耶稣，耶稣就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你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多谢你，我需要你，我倚靠你，我需要耶稣，耶稣我真心需要你，求你将各样的属灵的恩赐赐给我。首先赐给我爱心，
耶稣赐给我爱心，让我活在神的爱中。耶稣，我需要你。哈利路亚，耶稣，我爱你，我愿意做你所欢喜的事。耶稣，我爱你，我跪拜你面前，赞美和敬拜我们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爱你，我跪拜你面前，赞美和敬拜耶稣。阿门！地王，多谢耶稣，哈利耶稣，我哋欢喜你，路亚耶稣，哈利路，我哋欢喜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需要你，耶稣，我哋需要你，你好想提升我哋，你同神讲，神啊，我好想被你提升，我好想做你嘅心意，我好想做你所喜悦嘅事，成为你所喜悦嘅人。当我有呢个心，神一定将各样嘅恩赐俾我哋，神就赐俾我哋火热嘅灵。喺呢一阵，你求神俾你火热嘅灵，一种火热嘅心，愿你嘅旨意成就喺我身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生命之中，如同行在天上。你的心里有这个火热的心，神一定喜悦。现在大家试试开声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成就你的心意。你开声跟神说，耶稣，我愿意成就你的心意，求你施恩。哦，耶稣，哦，耶稣，我愿意，我愿意献上自己，献上自己。我愿意献上生命，耶稣，求你帮助我哋。嗱，呢一阵你可以同神讲，神啊，有啲咩我愿意做，你帮我去做，你帮我放胆去做。你同神去讲，神会回应你嘅。愿你嘅旨行在我身上。当我哋先求神国同佢嘅义，呢一切都一定加俾我哋。多谢天父，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求主成就你嘅旨意，主啊，求你成就你嘅旨意，求你祝福呢个教会，祝福我哋每一个人，活出神你嘅计划，活出神你俾我哋嘅恩赐，活出神俾我哋嘅恩赐，我哋嘅生命，我哋嘅能力从神而嚟。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求主施恩祝福我哋每一个。嗱，你伸手去攞啊！你伸手，神啊，我愿意向上伸高你的手，神啊，我愿意去攞你俾我嘅。
我愿意伸高我手去攞你俾我嘅，我愿意攞，求你俾我啦。嗱，你有个心去祈求、渴慕，神啊，我渴慕，我好想得到，我想得到，求你使用我生命，祝福我生命。多谢耶稣，多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感谢耶稣。我哋每都系咁样，神啊，我愿意今日荣耀你，神一定使用你嘅。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感谢天父。当我哋每日都咁渴求，神一定回应嘅。多谢耶稣，祈祷奉主耶稣圣名，阿门。且接受神嘅祝福，愿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天父嘅慈爱、圣灵嘅感动，同埋各样嘅恩赐，同埋神嘅爱临到我哋身上，从今直到永远，叫我哋活出神嘅生命，活出神嘅能力，活出神嘅怜悯，活出神嘅计划。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哈利路亚！祈祷奉耶稣名，阿门。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天父，感谢天父，哈利路亚！多谢耶稣。